覺唔覺得我好似韓國人呢？而家嗱，我咧其實唔係喺韓國喎，我係喺香港。今日咧又嚟到咧九重鮮啦，呢度咧食呢一個九重鮮啊個塔啊海鮮餐啊，全部都係。咁呢度咧個門口好特別嘅喎，有呢個好多韓服啦嘅擺設啦。咁當然我個橫皮咧都要試下著上身嘅啦。嗱，你覺得我嗰啲韓服咧？首先在个塔底度放咗啲竹先，好啦，第一层咧就系食呢个圣子王，咁咧就唔需要点任何汁嘅，好大只啊！我唔客气啦，好热啊！最底嗰層粥啦，咁咧頭先咧呢度就兩個選擇啦，就係、是、人心雞啦，同埋一個韓國豬手嘅。咁我自己咧本身好中意食人心雞啦，我揀咗人心雞。咁好啦，而家咧等我試下啦，已經畢咗出嚟噶啦，乜都冇落嘅呢一個係，好清。其實咧。剛才我們講話都講了差不多整個小時，即是這個粥是煲了整個小時，再加上海鮮，這個粥是比我想像中甜的，因為我會即剛才吃片那些，我什麼汁都倒下去，就現在是很甜，還有我喜歡吃的粥呢就是很綿身很細粒的，它的米就是珍珠米，這一隻呢正正就是熬到很淋，還有雞裡面有骨膠原，黐住個嘴上邊啦，女仔係最中意食啲嘢，正啦、啊。